中国对人权问题是给高度的重视。那么我们这次来的这个团呢，也是非常关心人权的。我是会长，这位是我们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也是人权的专家。这位是董英武先生，他是我们人权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人权专家。这位邵女士，她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这次来的话，我跟我的同事来了，第一是进行学术交流，第二呢，来考察日本法治和人权保障这方面的经验。第三呢，刚才说要考察日本抗地震这方面的经验。お互いに言いっぱなしの議論で終わってしまうという時代がしばらくございましたが、今はお互いによく相手の話も聞き、その中から共通項を見出していこうという相当成長した段階に入ってきたのではないかと私は思っておりますし、本来的なディスカッション共同研究も可能な時代になったというのは大変私は高く評価を出しております。人権事業は非常に廣泛的、今後怎麼進歩的推動、以及學習國外的經驗、包括日本的這方經驗，我覺得很重要。我就在人權問題上減少對抗，增強交流，特別在人權事業方面怎麼進行合作，爭取共贏，这个是我们的方向。